同学们，请看这道题，一个数加24再乘以4减去20后再除以15得到的商数余数也是5，问你这个数是多少。这是道典型的还原问题啊。做还原问题呢，就要记住白老师分享一个非常棒的方法，把轴线图画出来就可以轻松搞定啊。我们画一下，有一个数对吧，加24得到一个新的数，再用这个数字呢乘以4又得到一个新的数，对不对？再用这个数字呢减去20又得到一个新的数字了，对吗？然后呢再除以15，最终的结果呢商数余数也是5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还原图，我们要从结果出发倒着推回去求这个数是多少。好，除以15等于5，余数是5，那就除数乘上个商再加余数，被除数就是80，减去20等于80，这个数就是100，乘以4等于100，这个数就是25，加24等于25，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1，你学明白。